导演齐柏林揭开亚尼采矿环保问题，背后远东家族再度受瞩目。二房长子徐旭东拿下集团主控权，他的接班人是与美国妻子生下的独生子，还曾参加过伊拉克战争。6月20号，诸葛亮告别式，好友向蛙很感叹，因为自己的人生也宛如一场戏，爱上有夫之妇，又面临儿子早夭，二度怀孕大血崩，最终因为一件事心冷离婚，还罹患子宫颈癌。我是向蛙，礼拜六晚上9点，台湾大搜索，我等你哦，一定要看。